他为什么要发个这个图啊？你应该有点发错了吗？主播，就是改的表情的。主播，助手，还有个，还有个，前面外面，外面没枪的围墙，能来吗？救人！现在没枪的，牛逼！没枪的是吧？你再说一遍没枪的，我他妈自己磕掉的血啊，哥！啊啊，行。这边还有人啊，还有人了都，这么安静。OK OK OK， 对对对对对。屋里。真的。先救场。打我了。围墙围墙。到了。五万个人。能把他顶了吗？先。把他顶，他应该炸没血了。能扶人吗？啊，我来扶，我来。干不了了。屋里，把他屋里干了呗，来来。最后一个了吧？他另外就来了，我先来。快快快！马上有了。打头了。来了。哎呦，一滴血是好。你还想补我？可能有个绕我们屁股来，我帮你架这个。我来救。没包，我靠。我也没包，你填包吧。看一眼，看一眼，一标。别打了。倒了一个，啊，这还有至少两个站着的，除了楼顶有一个，等一下，帮他打一下外面，嗯，我左下方有一个，他不能再拉了，倒了一个。打头，嗯，完了，哈哈，哎呀，我接受不了，操！我死。